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話：行政長官人選李家超提出增加土地同精簡程序，以增加房屋供應，有助舒緩住屋短缺。他認為㓥房戶居住環境差，希望新政府可以盡快改善他們的住屋質素。李家超在政綱提到，在土地房屋供應上要全面提速、提效、提量。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在本台節目《時事大破解》話：同意這個大方向，認為有助加快房屋供應量。其中公屋提前上樓計劃可以解決短期住屋需求，但亦都要視乎個別屋邨的環境。相對好偏遠嘅屋邨咧，我自己都有啲擔心嘅。譬如話喺一啲可能配置上，譬如包括啲乜嘢咧，譬如一啲交通啦，或者即係生活所需一啲嘅設施，譬如可能買嘢或者食肆等等咧。我諗較重要，可能交通方面咧都係一個比較重要嘅考慮。喺鑽苑為例，即係鑽山嗰個啟全苑，咁其實佢地鐵啊，或者係側邊嘅屋邨，其實相當成熟，早啲入伙咧，我相信個問題唔會太大影響。趙國偉又話。現在大約有200多萬人有需要住在劏房，要取替劏房未必可行，最重要的是改善劏房的環境質素，希望新班子關注。現在要取替沒有劏房，也不是一個實際上的一個做法，但是朝著目標上多了一些供應之餘，在劏房我們經常認知一些可能居住很狹窄啊，或者是一些生活環境很差，但如果經過一些改善的話，譬如它的空間上會大一點啊，或者在一個環境上面好一點，是不是一定需要去取替所有這種這樣的住屋方式呢？其實社會要探討。趙國偉又說，政治氛圍轉好，新一屆政府短期內應該落實新的房屋政策，亦都要提出政府在長遠房屋策略上的規劃和目標。鳳凰衛視記者沈月蘭報導。